咁好似撞屋先，最後佢，其實佢係執牌，你當佢事。我睇一隻手係點啊？但係兩隻手唔係兩隻眼仔。唔使撳，其實你係你當隻跟住膊頭啦，跟住個頭唔見。隻手點啊？即係快到走嘅。你覺得佢打橫向喎？其實佢咧最睇你向前。你做得好靚啊！冇錯，都係做得多。你都可以揾一個咁好先。貓仔，貓，跟住咧，貓。跟住，諗住呢個 A， 呢個步驟都係向前，咁樣多，向前，冇得，冇打橫，你打橫咁咪變咗。系往前嘅，只不过个头歪啲啫。系啦，我就系咁样前面，我买咗佢系啊，一路咁样嘅，成日都系直嘅。往前。你歪咗变咗又？睇你变咗咁样咯。系啊。呢个有咩用咧？做呢个唔系推送香港，但系话咩落地上嘅护身斗法，护身斗法。嗰啲係咪就係跆拳道嗰啲啊？其實唔係，唔係，你話啲咩拳法啊？咁啊，其實咧，譬如佢咧好高啲學跌落地，你咁樣你未撞落地咧，佢頭曬咁就係靠你跌落地，即係咁你就冇傷。咁跳樓嘅時候，咁跳樓咁啊？咁我咁講嘅，真係咁高跌落去就死啦。我都係咁講嘅，我冇辦法喎。唔係即係正面。好啦，咁啦，咁啦，你當咩？隻手咁樣咯，係啦，膊頭。你好嘢，我先。最正。喂，你呢個最冇事啦。梗冇事啦，向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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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